刚刚思嘉讲到了，就是说香奈儿你真的是或者要看它值得收藏的，就是它的扣子，它的扣子不是开模去大量生产的，它是一个一个打造出来的，所以它的扣子呢的工艺，然后每一件衣服扣子都不一样，所以很多人专门在收藏扣子，因为扣子会变成改成另外一个衣服的扣子，又或者变成饰品变耳环，有一票收藏家专门收藏他的扣子。然后这件外套呢是就是红董木林在今年金曲、就是美凤姐有没有在那个星光大道，人家美凤陈美凤穿的是态度，因为那个扣子要就是他要扣很帅，就要解开扣，要解开扣子吧，他是这样子就解开有没有，我说对耶，要不然我们走星光大道就这样一定会这样开扣子，没有，他说不能，你就是不能看扣子，你要单手就这样解开，然后就这样脱掉，超帅，就把65万的这件大衣拖在地上，那一天还下雨，天哪，然后呢这一件是我自己收藏的，已经快要30年了，哇，然后它是两件式的，它里面是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把外套穿在这个长背心里面，又或者穿在它现在，我现在是把它套在外面，它是这样两穿，然后它的扣子都是皮的，很精彩，我也很喜欢，然后有很多它的浮水印，然后它的里它的内里内衬非常非常的美丽，然后呢老师是这一顶帽子呢我就不懂了，你们在秀上都有看过吧，嗯嗯，对，这一顶帽子是不是人变胖了以后头会变大，当时买的时候就是这样嘛，就是可以这样，可以啊，可以这样子，它是这样子在秀场的时候它是这样子，好好看，可是现在为什么是这样啊？没有了，最长了，最长了，真的吗？凯西应该可以，凯西应该可以，凯西应该可以。哇，你戴好好看，好好看哦，可以，你戴可以，你戴好好看哦，凯西戴好好看。那欣美姐，你不能先戴上去再扣吗？不行，弄不到，很难扣。然后呢，这一套也是一个心酸的故事，故事是这样子的，这一套呢，我收藏了大概一年，然后一年以后呢，美凤姐就买了这顶帽子。哦，他们聚在一起，相隔一年。哦，有一天我喝醉了，我竟然现场把这一套衣服脱下来送给她，因为她戴了这顶帽子。啊，好啊。你的公外婆啊，就睡耶，要叫贵州，要叫贵州，人好好，用帽子换一套呢。我们是闺蜜，我就说嘿丢，然后呢爱贵州，所以呢你就赏我。我说那不对啊，应该是帽子给你才对啊，婆啊赏我嘛。阿姨讲我想想的嘛是丢，但是你不讲，我嘛想讲，婆你赏我就这样。就变成他的了啊！我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。还有，我还有一个毛病，怎么样？包色，对，你看，哦，超好看，这个超好看的。然后五号，对，因为不一样，因为一个比较大件，一个比较小件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会穿超好，一个我会穿紧一点的，一个我会穿宽宽一点的，好看哦，好好看哦。是，然后后面这个也是包色，哇，这很好看，这超好看，超好看，它的工艺，它的亮片超美的，你看这个，哦，超美的这个。而且这一件 T 恤要16万还多少，然后你看它的这个 logo 在后面很漂亮，真的超美的，我都不知道它这个亮片跟那个水晶是怎么弄上去的，而且好立体哦，你看导播这样，我这样看帮那个 monitor， 对啊，栩栩如生，哦，那个脸做的超立体，好美哦，都是工艺，是不是要收，要，然后这个不是包色，这是，这也好好看，它也是工艺很美，有没有？我就说，那你有别的
类似像这样子，但是是出别的款式。他说有这个绣工，有这个，但是呢，他是出一个哦长袖的 T 恤，我就说好，那我一穿我就说嗯，很值得要买。嗯、好的，接着下来就是我的包包了。我喜欢的是比较有个性的。我跟思佳还有怡珍比较不一样的，思佳就是比较奇花，她比较梦幻。然后我喜欢这种有个性的，好好我喜欢摇滚、哦、摇滚风，男女都可悲，很帅。喜欢这种摇滚，而且它皮非常非常的软，然后后面也是有个袋子，这个很这个已经快20年了，哇！对，然后一样的这个摇滚风，流苏，你好看吗？好看，好适合你哦，这个适合哈、哦，很帅。对，然后呢，它也很能装。然后刚刚那个20几年的我忘了多少钱，那这个也是大概才十几万而已，就没有太贵，但我觉得很值得。接着下来呢，就是我在找衣服跟今天的主题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有一种病，就是 twins 病，就是刚刚衣服的那种包色，对，很奇怪，不知道挂哪一颗，让老师你来告诉我，好，这个包嘛，哈，这个，而且我这个病 twins 已经很多年了，这超好看，因为这个而且它超好用，底好，然后它里面的那个底呀，那个颜色好特别，都很美，就是它有那个 logo 浮水印的，然后尤其是它底很鲜艳，所以你要找东西不会很难找，就很容易找。哎，就在我在翻的时候，我又找到一个，又翻出一颗。你只差一个粉色，只差一个粉色。然后你忘记你什么时候买的吗？对，我忘记我什么时候买。然后也是里面也是这样，里面也是粉粉色这样子。然后这里这是它的布套啦，超好看。然后这个也是开这个。啊，还有一个还没开哦。哎呀，这不是很像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可是很可爱啊。可是这个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的东西，小颜色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都不一样。这个比较特殊啊。对啊，我也这样跟我妈讲，我妈就说这两个一样，没有一样不一样。然后我妈妈一直说这个是我用到它褪色，它有去淋雨或下雨，没有。然后呢，它本来是这样，我说没有。你看它上面绣的线的颜色也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你们可以作证。而且这两个出的年代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哦。对，这个靴子不到10万，然后我觉得它很划得来的，就是说它里面还有一双鞋，这超好看哦，超好看。然后呢？就包色一定要的啊！好，这个我最常穿的，哦、我最常穿。然后这一双，因为我喜欢那个没有跟的，然后它只有一点点 logo 在后面，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比较低调一点。然后它的皮非常非常的软，它外面是牛仔，可是它里面是皮哦。哦，好好看、哦。哎，对。啊，短的跟长的，哇，长腿好好看哦，哇，好长哦，长到大腿身上啊，哇，这会长到我腰吗？长到我大腿，变牛仔裤，长的好太好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妈就说：“那你这样怎么尿尿？”我说：“妈，当然可以，我不是站着尿尿，好不好？我就是把它翻下来，对，这样子啊就可以，就可以了，因为它皮非常非常的软，超好看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就这样。女大周年庆狂欢购物节，应该用了20条了，真的真的，又便宜又好用，对对对，达人推荐好物，下杀超低价，全馆免运5折起，满额再9折，全部都在女人我最大购物网。